我哋已經還咗車啦，而家咧就行緊去前面有個巴士站咧，準備搭個巴士上去呢個美國村。我哋而家喺巴士站等緊28號，個車不斷咁樣延遲，我哋而家唔知等到幾時。啊！我哋搭咗1.5個鐘頭車，差唔多。咁我話咧，瞓咗一陣，我唔知道自己中間去咗邊度。我哋終於喺呢個嘅接近咧，其實呢度已經係美國村嚟嘅，翻嚟嘅喎。係啦，我哋終於喺美國村攞車啦。冇錯，冇錯。哇！你又知佢係美國人？佢只係一個外國人嚟啫。我哋終於喺美國村攞車啦。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哋行去。找我們上去那間海邊的咖啡坐下先，好攰啊！其實真係美國村咁嘅情咧，就並唔係一條村嚟嘅，大家要知道，係一個好大嘅範圍咧。其實好多好多一啲即係美式嘅特色嘅建築啊，或者係一啲餐廳啊，即係喺曬呢個範圍裏邊啦嚇。因為軍有因為呢個沖繩美軍基地嘅歷史。咁我哋咧今日咧，而家4:00，我哋嚟到美國村咧。我哋會先去一間咖啡度坐下先嘅，然之後咧飲完咖啡咧就行下啦，周圍逛下啦，睇下有冇 T 恤賣啊，或者咧依晚雲浪苑，因為我哋聽日去睇鯨魚啊，咁啊驚啊嘔到撲街，咁所以啊買定啲雲浪苑，跟住咧可能咧如果天色靚咧可能會出下沙灘嘅，係啦，睇下有冇日落睇下，我哋都冇乜呢啲雲嘅不嬲都，跟住夜晚咧就去食燒肉啦，我哋。去一間CP 值頗為高嘅放題餐廳食佢。我哋已經坐低咗喺美國村一間咖啡，叫做 Seaside Cafe Hanon， 佢嗰個中文名叫做波音。OK， 非常之舒服啊！我哋經過呢個舟車勞頓之後，而家坐喺度，哇！望住個夕陽，都未直嘅而家。呢、這個角度咧 ，Michelle 就黑到成個鬼咁。但係而家呢度啱啱望正係個太陽落山嘅地方，6:20日落啊！即係距離日落時間咧，仲有1.10小時。我哋喺度咧嗌份 pancake 嘆下先，飲杯咖啡。這個、呢個咧就係 Michelle 嗌嘅沖繩黑糖味嘅 pancake 啦。啊，你睇我人肉轉動機，佢係比想像中冇咁鬆嘅，冇咁 fluffy。我覺得同個黑糖 sauce 冇乜關係咯。主要都是 cream 同埋嗰個焦糖嘅漿都是很好味的，但係個 pancake 係介乎我哋香港而家，其實香港都是日本傳入嚟嗰種 soft 嘅 pancake 中間，即係佢又冇 soft 嘅 pancake 咁鬆，但係佢咧又會厚啲，鬆過一般傳統 pancake 咁咯。
咁但係好香㗎蛋香，都好食嘅，即係唔係你預算嗰種 soft 你 pancake 咁搖咁樣咯。OK。哇！搵啲辣子菊几好食喎，嗰啲一粒粒搵啲辣子喺度咧，好香。喺呢个冲绳黑糖 pancake 咧，除咗跟咗个雪糕之外咧，仲有跟咗个椰子布丁 with 呢个嘅 mango sauce 嘅，好似成只太阳蛋咁样摆喺度，试下先。哇，几香噶喎，嗰个椰子布丁嘅味。嗯，挺好吃的。美國村這裡呢，海邊這個海旁呢，其實它有無數那麼多的 cafe 或者是酒吧類型或者餐廳，大家可以在即夜晚呢看或者看日落之前呢，來到隨便找一間走進去，即坐下都可以很舒服地 喝咖啡啊，或者喝啤酒啊，吃點小食啊，這樣好像我們現在這樣。Telling all my friends everything about you, and I didn't wanna pinch myself if it was a dream. Oh, I didn't wanna. Felt kinda like the way I'm feeling now. I'm spending all my time, and if I had to, I'd spend a lifetime waiting for you.好啦，我哋咧又一次宣告睇唔到日落啦，因为咧个天咧好多云啊遮住晒，咁所以都冇办法。我哋决定咧就四围逛下，然之后就去食烧肉。咁但系同大家讲讲咧，冲绳而家美国村呢个位海旁咧，我觉得好舒服啊。嗱，因为而家我哋而家系二月中，系啦，咁一来冬天啦可能，咁二来咧其实而家我觉得。不算很多人，我們有沖繩這次來到不算很多人，其實我想即我聽我的朋友說，哇，即整個日本都是香港人和韓國人，整個東京，整個東京是啦，整個東京都是香港人和韓國人，但沖繩這裡是很少的，很少。我到現在我除了搭飛機聽到廣東話之外呢，我差不多沒有，暫時來說是啦，即撞不回在同機的香港人，可能就是大家國際通有沒有緣分，沒錯啦，國際通應該就來了啦，是啦，說明國際通當然很國際好通的啦，是吧？但這裡其實舒服的，很多很多位置都可以即坐在這裡玩彈。 OK， 我們下先是吧。喂 ，hello 各位，我哋又兜咗个圈喺美国村呢度，咁啊，但系就冇乜斩获，睇嚟 shopping 都唔系好啱我哋，咁所以我哋咧就嚟食嘢啦。我哋就嚟呢间梦苑烧肉啊 ，OK， 呢间系一间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少少嘅烧肉房嚟，咁啊，而家我哋入去攞飞，咦，攞咗飞啦你？啊 ，OK， 我哋几多号飞啊？20号飞要等几耐啊？唔差之。唔知啊，有八台啊前面。啊 ，OK， 咁等一阵先咯，冇计。系啊，我谂唔使咁快翻入去等嘅。好。因为有八台。OK。我哋攞张飞咧，可能要等好耐，所以我哋决定去间猫咖啡玩下先。
而家 Michelle 買嗰啲 cat food 咧，全部圍曬過去度。你看他惡到，你看他出爪的，是啊，出爪的，偷爪，偷爪的什麼？喂 ，Hello 大家，夢苑燒肉啊，我冇講錯個名啊，我哋終於坐低咗，我哋等咗一個鐘頭三個字啊，真都幾勁，因為佢係我諗佢，因為佢冇限時嘅，所以咧其實等咗幾耐，咁啊 ，so far 終於都坐低咗啦，我哋八點鐘終於坐低咗，咁就其實個所謂冇限時，但係佢由兩個鐘放題嘅。120分鐘，啱啱我哋120種嘢食 ，sorry， 係啊係啊，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嚇準備開始燒肉食啦。Hi， thank you。啊，呢個我嗌嘅豬肉，冇錯。我哋今日咧行程比較緊密，所以其實我而家嚟到八點鐘咧係有少少攰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就啊，我想講咩咧？咁咧嗱。簡單講講，我哋呢度嘅放題咧分三個價錢，其實就係講緊唔同嘅價錢咧，可以食到食物嘅種類嗰個數目嘅啫。咁我哋而家揀咗最貴嗰個5000 yen一位，咁就可以應該可以食曬所有嘢啦。咁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呢、這個環節咧，我咁之後咧，慢慢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究竟有啲咩食。OK。所以話唔係自己揸車咧，都係 check 清楚好啲。講翻呢間夢苑燒肉，係一間韓式燒肉，主打無限時放題嘅燒肉店。豬肉、牛肉、雞肉、海鮮、內臟、前菜、沙律、蔬菜、甜品、雪糕，樣樣有齊。仲有石鍋飯、沖繩特色嘅 taco rice 俾你食，連烤餅都有得燒。款式的確係幾多嘅。餐廳環境咧，由於時間緊迫，我就冇影到。我哋坐嘅系二人对窗位，少少逼，可能因为我哋时间唔够狂点，唔系太够位摆嘢食，抽气系可以嘅，食完唔会成身烧肉味。食物质素咧就唔算有惊喜啦，比起好多日本嘅放题烧肉店嚟讲，系属于一般般嗰只，但系当然都唔会去到中伏嘅程度啦。前菜类例如沙律啊、叶菜啊都 OK 嘅，肉类方面咧就有啲参差啦。生姜豬肉幾夠味，燒西冷都唔錯，但係豬五花或者其他牛肉嘅部位同埋雞肉咧就比較普通啲。Taco rice 咧應該係啲美式或者墨西哥式嘅食品，佢有芝士、生菜絲、牛肉碎同埋番茄撈喺啲飯度，但係凍嘅，佢啲中東嘢食咁樣嘅 feel， 暖暖地唔識形容。呢、這個都係噱頭嘢嚟，我覺得嗰塊蒜蓉芝士烤餅啊，幾好食，幾香。呢份係肉眼啊 ，rib 啊，肉眼腍好多，但係個味道就淡啲。就係一嚿麵粉咁樣咯，都幾香嘅。其實燒咗之後，5000 yen一個人。又有過百款嘢食選擇，是吸引我最初揀佢嘅原因。但是如果計埋整體嘅食物水準，加埋等候嘅時間，再加上我呢啲食放題當正高級餐廳標準嘅香港人咧 ，CP 值就唔算真係好高。大家嚟美國村嘅話，其實仲有好多選擇嘅。如果想試，就記得預翻等候嘅時間，早啲攞飛啦。我哋 Day 2嘅旅程完結，下一集 Day 3。会带大家去冲绳冬天先有的睇鲸鱼活动，我哋仲会着和服，同埋行下国际通。中意我的旅行影片，
记得 CLS 同埋订阅我 channel 啦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